Hello，大家好，在福建吃海鲜惯了，回来吃什么都也不太习惯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泡米粉丝，他们都跑去吃大餐了，然后吃这个，哎，跟这个一样的，这箱这么大，看一下。加上一个包装盒，感觉也是在吃大餐的哦。没事。就这样泡一下，四种口味。哦，牛肉干这个，这种。快快的，咦，泡椒，木瓜丝，我得先把水倒掉。先放牛肉酱，一勺，好多，两勺。三勺，五勺，外婆菜，牛肉，木瓜丝，彩椒。我一次能吃得完这么大一盆，你们信不？你这么多一点。哇，好酸爽啊！哇，好脆，没有筷子，只能用勺子吃。木瓜。好脆，牛肉，哎，这一整块呀，好有嚼劲呢，来个大蒜，有点小不带，哇。吃饱了，好吃，好香哦，好味道，这么多种东西配在一起，饱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下完播，剪了视频，现在也12点多了，洗个澡完，就简简单单的。不用下厨了，就泡一下，有多多这个一半，就这样美美的一餐搞定。喜欢的家人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，反正橱窗里面是有的，这些都有啊。生意那么简单。好了，咱们视频先到这里，等一下要早点休息了，12点多了。